我说你，这让你帮我提了点东西，你至于累成这样吗？我跟你说，哎，我跟你们说哈，我今天就是穿平底鞋，我今天穿高跟鞋，我自己就夹上来了，不用它。哎呀，大美啊，你夹一个我看看，啊，你还夹它？不是，我告诉你，大美，你夹上它，你再穿上高跟鞋，你信不信？一会儿就把你这高跟鞋磨成拖鞋。没劲儿的表现，你知道吗？我给你唱成歌鼓鼓劲儿啊！你注意，你注意，跟着我歌声的节奏走。让我轻轻地告诉你，告诉你天上有星星。哎，我还没告诉你，怎么跪下了？你再告诉我一会儿，我就躺地上了。慢点！哎呀，我的妈！哎呀！慢点，往下。哎呦，我的妈！哎，放下，放你歇会儿。哎呀，确实，也确实有点沉。休息会儿。你这平时老不运动，你这体力不行，喘口气。哎，那个，小王总，哎，我问你点事儿行吗？你说，喘口气儿啊，就是咱们小区，不是评选最美女青年吗？啊，这事儿哈，那个我多少票？我跟你说，大美啊，你的票老多了。你差一票，是250票。我人缘这么好吗？嗯。那既然我这么高，那其他选手呢？比如说那谁家那小谁，那谁家那小谁，那谁家那小谁，还有那家的黄小黄。你不就是想问黄小黄吗？我问很多人呢。大美，我告诉你，黄小黄的票挺少的。他跟你有一定的差距啊，他呀、啊、才249票。他那么少啊？啊，那没人给他投票啊？是啊。我怎么感觉他跟我一样多呢？是吗？那不都差一点250吗？哎，这我倒没有发现。我跟你说，就你那一票是很关键的一票。你跟我说你那一票你投给谁了？嗯，抬冰箱吗？你问一问，你关键时刻你就打岔，你说你投给谁？你说你这必须说。哎，那个大美呀、啊，我问你个问题啊，不是你像你买这个新冰箱、嗯，人家都送货上门，嗯，你为什么非让我送门上货呢？这啥问题呀、啊？对呀、啊，我没想过这个问题，我倒倒啊，对。我是这么想的，赵刚子啊，你说你天天在物业公司坐着啊，看报纸喝茶水，你坐时间长了吧，我就担心你捂住血。我就想你没事到我们楼上面这个地界溜达溜达，看看我们上帝们都有什么需要。看你有什么需要，你说我给你解决嘛。哎呀，我这个需要不好解决。没问题，我帮你解决。我想要个丈夫。你们家冰箱放哪？哎呀，我的妈！哎呦，慢点啊！好，我得排掉。慢点。哎，来，进来。给我吧。嗯。进呢？来，进来。哎，这谁放的酸菜缸啊？你进来。不是，你这门太窄，我进不去呀、啊，这挡着。那你不行，这我得问问、啊，这谁放的酸菜缸啊？这是。你也看见酸菜缸了啊？你这个楼道里就两户。反正不是我的，那你说是黄小华呢？那是你说的啊，赵刚子，请解决问题吧，我先歇会儿。黄小华呀，刚子哥，哎，小华是这样的，今天呀、啊，我帮大美抬冰箱，大美家住对面，好的。黄小华，又咋的？没说完呢。啊、我帮着大美啊弹冰箱。大美家就住对面。你别回去，我没说完呢。咋了？我帮着大美抬冰箱啊，就这酸菜缸，你看卡在这儿了。这酸菜缸是谁的呀、啊？想吃酸菜了，晚上给你捞两颗。好的。哎，黄小华，你干啥？咋那么多事儿呢？你我没问完呢，这酸菜缸是不是你们家的？啊，
不是，我跟你说，咱物业有规定啊，业主不能往楼道里边放东西。那我也没违反规定啊，那酸菜缸又不是我的。不是你的，是谁的呀？我妈妈的。你妈的酸菜缸也不能放在这儿啊？你怎么骂人呢？这么着啊，那个咱妈的酸菜缸也不能放在这儿啊？你跟谁攒攒的呢？啊，赵杆子，你跟谁？不是，你说。哎，你要跟谁俩散散啊？不是，那个小黄，你控制一下情感，好不好？你往回退，你退回原来的位置，好不好？退回去。小黄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妈妈、我阿姨她老人家的酸菜缸也不能放在这儿啊。我知道。你看看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是不是？你看我今天帮人家大美抬冰箱啊，都卡在那个位置上。哟，你这么说我就不乐意了。哦，原来是帮大美抬冰箱卡那儿来找我麻烦的是吧？是。哎，赵刚子，全小区这么多人，你为什么不帮别人抬冰箱，就帮大美抬呀？怎么的，大美美呀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这跟美不美没关系。我跟你说，你就是长得磕碜，让我抬，我该抬我还得抬，对不对？你让我抬，我能不抬吗？怎么的？我磕碜呢？我没说你磕碜，我说你长得美。骗谁呢？我美吗？行，你不美，你磕碜。谁磕碜？你是美里边，不是，你是磕碜里边最美的，他是美里边最磕碜的。那我俩到底是一样磕碜呢，还是一样美呀？你俩是磕碜里边有美，美里边有磕碜。那到底谁美谁磕碜呢？美不美，美容院说话，明白不，黄小华？我跟你说话怎么这么费劲呢？我是物业，我就管服务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看，好好聊个天还激怒呢。我能不激怒吗？你说你问这问题，无解。我知道你是来解决问题的。就是，你赶紧把这酸菜缸挪走了，行不行啊？酸菜缸都是小问题，还有大问题呢。啊，什么大问题啊？你别急，哎，时间马上就到。啊？干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听。完了，火警！完了，根据我的经验，不是演习。黄小华，这哪着火了？黄小华，赶快，我掩护你，快，快撤，撤，撤，快撤，快撤，快撤！你快点！别照高子跟大马猴似的。怎么的？快撤来！你装啥虚假呢？在那儿啊？怎么？你接着往后听。这什么个意思？这明显有人练嗓嘛。我的妈，这是练嗓啊！啊，我这声音也太刺激了呀。不行，这必须得控制，否则这一个楼道的人都跑没了。哎，我倒无所谓呀，跑了一个礼拜了，车库我还住了三宿呢。我行，楼上那心脏病老大爷行吗？是是是是是，这谁家呀？这是。我哪知道啊，这一层就住两户，一户我家，一户你奶奶家。你说是大美家发出的声音？哎呦，这可不是我说的，赵光明。你看，问题来了，解决问题吧。哈，大美，大美，呀，问题解决了？不是，我问你个事儿啊。刚才那个拉警笛是从你们家出来的？拉警？啊？什么情况啊？我妹妹要考音乐学院。声乐系女高音花腔。你妹妹这不是花腔，你妹妹这是武器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是噪音扰民，不行。你怎么说话呢？什么武器啊？伤害到你哪儿了？哦，我明白了，这肯定是有人告我状啊。哈，我让你解决的是酸菜缸，你跟我说的是花腔。你要想解决花腔，你就先给我解决酸菜缸，再解决我的花腔。黄小华，怎么的？是不是找到源头了？跟你商量过，你高风亮节，好不好？你先把这个酸菜缸挪走了，然后我给你解决花腔，你看行不？没问题，不就是挪酸菜缸吗？是挪哪儿啊？挪哪儿？就挪你家里去呗。放不下，那就挪到你那地下车库。车停哪？那你放冰箱里。你摆试试。这样，黄小华，你把这两个酸菜缸放到我们家行不行？哎呦，赵刚子，
哎呦，你不得了了，不就是有人投诉一下酸菜缸吗？你就屁颠屁颠过来解决问题，把你自己家都搭上了是吧？你别说话了，你说啥呀？不就大美美吗？就比我优先呢？大美大腿长，就比我快一步呗？这跟大美大腿，不是，这跟大腿有什么关系呀？你还想有啥关系啊？赵刚子，你别忘了，你是有妇之夫。哎，不是，有妇之夫怎么的了？有妇之夫赖我吗？有妇之夫跟大腿有什么关系啊？大腿是大腿，有妇之夫是有妇之夫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大腿，大腿，大美，大美，又解决了。来来来，大美，我跟你商量商量啊，你高风亮节好不好？你这样，你先把你家那个噪音呐，以后就停止喽。酸菜缸我给你解决，好不？凭什么我就高风亮节呀？不是，你这是明显欺负人，你知不知道？人过去有人说家里没个男的。就招人欺负，我今天真想起这句话了。你就欺负人，我跟你说，你不就是看谁虎谁白，谁虎白甜，你就向着谁吗？这什么虎白甜？我告诉你，赵刚子，你不要忘了，你是有妇之夫，请自重。不是我有妇之夫怎么的了？有妇之夫赖我吗？有妇之夫跟虎白甜有什么关系呀？虎白甜是虎白甜，有妇之夫是有妇之夫，干什么玩意儿这是？明白了，这俩人是杠上了。今天大美让我抬这冰箱，就是为了让我发现这个问题，我来解决。大美，你出来一下行不？黄小华，咱出来解决一下行不？看我怎么收拾他！我还不信我收拾不了他了，我收拾不了他，我就白当有妇之夫了。不是，我就白当金蝉子了。喂，老刘嘛。就是咱们社区啊选这个最美女青年的事儿啊，现在我已经在他们家门口了，两位女青年啊都不出来，你看怎么整啊？哦，就换人是吧？好的。刚子哥，刚子，行了，不用换了，两位女青年都出来了。呀，你来那刚呀，美姐，哎，小黄，你在家吗？哎，你是不是又瘦了？你看你这腿是不是又长长了？都长到嗓子眼儿了。哎呀妈，你这裙子真好看！你这在哪儿买的？你真会买衣服。我嫌你可白了，惨白惨白的。那个是这样啊，二位，这回咱们社区呀、评选最美女青年、你们觉得谁最美？那还用说吗？那还用说吗？那小黄呗。怎么可能？大美�ie多有气质啊！你拉倒吧，我多磕碜呢。哎，你哪有我磕碜？不是我磕碜。哎，你磕碜不过我、我还是我磕碜。现在谁磕碜谁先说话。我说了，我最磕碜，我先说话。行。我跟你们说啊，咱们这回评选啊最美女青年，不光是颜值要高，素质也得高。那太简单了。 So easy。 太简单了，这是、So easy。 不是，哎，大美，我问你个事儿啊、比如说你在咱们社区里边突然有人摔倒了，你扶不扶？那我肯定撒开腿过去扶起来把他送家、太好了。比如说你邻居家做饭的时候突然没有盐了，你怎么办？那我肯定撒开腿上超市给他买包盐送家去。比如说你发现你邻居家那个钥匙挂在上面没拿走怎么办？那我肯定撒开腿上去拔起来我给他收好了。比如说你们家邻居酸菜缸没有地儿放了，你怎么办？那我肯定撒开腿过去把酸菜缸一抱送我家车库去，反正我也明白很长。来，大美，抬酸菜缸。行、来来来来来。哎，等会儿，你过来过来，姓赵的。怎么的？我这么一琢磨，我怎么感觉我有点让酸菜缸给扣里头了呢？我跟你说啊，大美啊，你刚才说那些话呀，让我感到了你的素质。我什么素质？特别高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你看，你不光素质高，你思想觉悟高，你水平高。真的吗？我从小就这样，是不是？我就一直都没变过。哎呀，黄小黄啊，你看，你对面住了个三高，你看着办吧。哎呀，大美姐，我听你一席话，我都觉得我特别矮小。哎呀，我觉得没关系。哎呀，大美姐，哎，
你妹妹不是要学声乐吗？我就认识声乐老师，上他们家去提高提高，锻炼锻炼呢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我正愁给他找不着老师呢。谢谢你啊。你客气啥？你看我这酸菜缸给你添麻烦了。没事，不麻烦，一点都不麻烦。老闻着酸菜，还闻习惯了呢。你说，是啊。那个也不好意思，我跟你道歉。我妹妹这两天她练声，我跟你说，这十多天我都没，没事，我道歉。这不是给我们提供锻炼身体的机会呢吗？是，是不是？哎，是吧？其实吧，你们两个人，你干啥话没说完呢？说两句，哎，不是，你要说啥？听我跟你说，你让我说两句啊。你看，其实街坊邻居之间发生点矛盾呐，有点磕磕碰碰，其实没啥，对不对？把这事情解释清楚不就完了吗？是，你多说一声对不起，你多说声没关系，啥事儿都没了。本来也没啥事儿啊，就是你来干啥来了？谁让你来的呀？哎，好好物业，你是呆，你在这儿干啥呀？你上班，你在这儿干什么来着？是来挑事儿啊？这都女人之间的事儿，你能弄明白吗？我俩感情你知道吗？就是啊，谁？哎，你叫他来了？不是啊，那你来干啥来了？对呀，太多余了吗？多余的事儿，你这太狠了。那我走了。哎，赵刚子，我还有话，我有个小事儿问他。你问，那边来。啥事儿？那个，咱们不是评选那个最美女青年吗？啊，听说你那票还没投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准备那一票投给谁呀？投给谁呀？那个，我这一票我准备投给你，你们大嫂大米粒儿。假公济私啊，你这是。不是，你说你投给大米粒儿，他不就成为我们最强有劲的对手了吗？对呀。不要紧，据我调查，大米粒儿现在加上我这一票总共才一票。好，那行，那投吧。你还愣着干啥呀？抬缸啊，到屋里去。明白。还愣着干啥呀？抬完缸搬冰箱啊，进屋啊。哎，回见啊。再见，改天聊啊。嗯，拜拜拜。我跟你们说，大家啊，你们要明白一个道理，路窄不一定是冤家，就怕碰着俩奇葩。